龙年到了，我们煮个龙年的糕，让大家尝味道。 我们松江人过新年少不了这颗美味，这一块糕一颗软糯一颗甜，是全家老小期待。今年是龙年，我们设计师结合龙的元素，以线条的流动和起伏画龙身，增加动感和艺术感。姐妹们，过年了，吃糕了！你看米糕搭配卡通龙头。 是不是别有趣味？好吃吗？好吃。祝大家龙年行好运，吃高步步高，欢欢喜喜过大年。 祝你对五十年来，对瑞贤龙年新年。那新的一年里，恭祝大家，在喜东方有一杯团团圆圆，生了福的，先吉牛牛，事业兴隆的，你要一杯儿蒸蒸日上。祝大家龙年团团圆圆，新年快乐！